新港奉天宮金虎爺會南港分會成立祈福遶境
我们新港奉天宫的虎爷进坛，我们恭迎我们的虎爷公一一的来到我们的红塔里面进坛。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都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今天现场我们新港奉天宫特地北上来到了我们南港金虎爷会成立大典的虎爷宫呢，通通都是拜年难得一见的精彩的现场。